很精彩的看力在背后，霎眼要灿烂到隔五秒先懂拍手，睁不开眼的梦幻在眼前，等日光仍然自我充电。终于准时翻次啦！地球大节奏比外军。我咧就一分惊嘅啫。是有努力在花姐面前營造一個乖學生的角色的，那乖學生是從來都不會怕訓導主任的嘛。好笑的，有人說花姐就偏袒我了，嗯，是啦，都想望到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其實但是人們說得我最多就是我這個節目的隱形節目的鏡頭，其實我都不是經常出現，即就算爆房啊，又好少去到輪到我啦。冇驚過花姐，我花姐做眼內，錯啦。Oh. 即我會好在意佢嘅每一句説話。Mm-hmm. 雖然佢即係佢最惡都係話你真係好樣衰呢個，或者你樣衰咗呢個。我冇一刻話要覺得我喺花姐面前我要，我呢下要 charm。我又想 charm 到佢，但 charm 到佢唔係我想靚仔啲外表，係嗰個表演嘅嗰個自信。我怕花姐是怕三分的，其實私底下並不是那麼惡的一個人，是的，我覺得很多時候她為了節目的需要，她要營造一個她很嚴的形象給觀眾。幾有經驗的 MC 都會很認真對待這個 full dress 的。跟台邊，我未見人嚼著香口膠走出來的，為什麼要嚼著香口膠走出來呢？你已經遲到跟著還要不熟，你估我好想 cut 你哋走嘅咩？我想话你个个都系我仔嚟噶，我完全冇一个想死嘅你哋。佢呢啲严厉嘅说话嘅行为，其实都只系想我哋更好咯。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惊佢咯，系啊，唔好惊佢又系。If it ain't you, baby, if I ain't got it, you, baby。就想问下你哋咧，有冇话住想同边一个明星或者歌星合作咧？胡彦斌，估到你啊！佢哋係喺香港嘅史上，香港嘅樂壇娛樂圈上面都係一啲好 iconic 嘅人物。香港嘅話，我想同陳奕迅啦，張敬軒啦。最想其實就係同陳奕迅合作啦，因為其實我都好中意陳奕迅嘅歌。